断臂维纳斯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雕塑之一，它有着1:1.618的黄金身高比例，以肚脐为分界点，是公认的最佳美感比例。但是呢，现实中极少有人能符合黄金比例，除了一些职业运动员，他们在球场的身材优势可谓羡煞旁人，只能说是老天爷追着赏饭吃。而我们的横冲队，他们的身高比例是多少呢？完美身高比例大揭秘，现在开始。严肃一点。哎，好了，走走走走走，上，我压过来。首先测量的是郑业成。妹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量一下，没事，我旋肘。你多高？我180。是真实的吗？是真实的。有没有虚报那么一两厘米？哎，0.几厘米。人家都说男明星的身高一般就是空个二公分。多个加个2公分，我真180，是吧？现在可能181了有。郑老师108，行吧。尺子有问题，我一般量都110。107啊。123，你觉得是真的吗？我觉得有点水分。我觉得我也觉得。我来过我看看，我的腰会比较高一点。你长大了。哎，好像是有一，你来站过来比，你直接站过来比。你站过来比，去跟人家比。哎呀，不比我，为什么要我丢脸？我不比。哎呀，男人那点该死的胜负欲啊，真的是幼稚。打篮球让你太幼稚了，在这比这种长短有什么意思？比长短呢？对。恭喜王栎鑫斩获。哎呀！哥，你是不是最高就能坐到那里了？哎，我如果跳起来可以，还可以啊，还可以往上坐一点啊，大家啊，没事，我们人短气长，你看看是不是？道具卡都非常非常管用，也没什么用的这个卡，不要听他说，非常非常管用。那我们就拿了给你们，好不好？不用给我们，就不要拿就好，拿那卡反而给你们增加负担。这就是输了两场以后的心态，你知道吗？什么招都使。那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我们的横冲直上队战败了，所以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的许诺教练仍然会受到这个下课的惩罚。其实基本上古装戏都会来到这边拍戏取景，对，我基本上在乾隆宫算走遍了一眼。这窗子封得太死，凌文闺秀可没有说出这般话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站在这个秦王宫的城墙上进行我们今天第一个长腿挑战赛的游戏，补水啦，长腿踩气球。决底是古代的摔跤，起源可追溯到上古时代，蚩尤在与皇帝打仗时，头上装备尖状物，以脚抵人。到了秦汉时期，决底变成了带有表演成分的游戏活动。汉书《刑法志》也记载说，以为戏乐，用相夸饰，而秦更名决底。今天在横店秦王宫，大家上演一场不一样的决底。为了安全地分出胜负，我们在队员们的脚上挂上了气球，每队各派出一位成员进行1v1的踩气球车轮战。双方在脚后跟绑气球，双手互相搭在对方的肩膀上，率先踩爆对方脚上两个气球的成员就获胜。失败成员所在的队伍需要重新再派出一位成员来应战，打败对方所有成员的队伍就会获得胜利，拿到道具卡。我来，干掉他，大橙子，大橙很厉害的，用力量啊！大橙子不带空翻的啊，不带空翻的。哇，这是什么姿势啊？我被顶住了。大强哥用力量啊！我先撑住。哎我们得到一张卡，我得到一张卡，没事，不用担心。
游戏结束，恭喜横冲直撞队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恭喜你们。那你们这轮呢就成为了我们的长腿队，然后横冲直撞队可以抽取到我们的一张道具卡。这要念出来吗？要念出来的。魔王体验卡。怎么了？怎么了？哇！哇！那么难以启齿吗？你们完蛋了。魔王体验卡，获得此卡可以召唤对方教练为本队上场出战一节比赛。你要为对方打一节，你要为我们打一节，而且要尽全力。只说了可以出战一节，但不用出全力啊，他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的篮球运动员，虽然这次我们要上场为我们的对方为我们的对手来打一节比赛，但是你作为一个专业的球员应该不是，我刚才还跟我这几个对哥们说叭叭说，我说斯拉卡都给他们，咱们都能赢。结果我去那边了，哎，就上一节，啊，就指标的，冒该冒五个，扣篮两个。我教练来给你，你给我指标。很期待孙悦教练最后会如何去帮对方打这一节比赛啊！戏台下放置了一个蹦床，每队派出一人在蹦床上查看出示的词汇，然后跳起来进行比划，用肢体语言描述词汇。注意不能说出题面上的字。其他成员在二楼用手机提前连接蓝牙并戴上耳机进行猜词。每队可派三人出战，每次挑战时间2分钟，累计答对更多题目的队伍获胜并获得一张比赛道具卡。哎，我怎么觉得奇怪，今天的游戏完全是针对身高来做。对呀，他们身高都这么高，手就又更长臂长，然后跳起来这样举每两下他就都看得到了。但是你的体能好的话他才能蹦得更久呀。哦，我用次数取胜。对呀，啊，我们怎么这么命苦啊。不要再展示自己的体能了。我们只能用这样来泄泄气。虽然腿短，但是武生出身的郑业成也是一个弹簧人。开始。三个字。这个孙悟空。教练，孙大圣，下一个游戏在这里玩的躲避球，这么简单吗？三个字，大劈叉，对，又看不见，拍马屁，我一。武行演员，大喊！哎呀，短短几道题，把队友的 CPU 都烧干了。你上来，我只能看到这里。你比三个字，我看得到；再来，你比什么，我们看不见啊。我跟你讲，所以我们很吃亏，我们个矮的根本就看不着，看不着。横冲队派出了全村的希望黄明昊，但要答对7题才能获胜。这好像有点强人所难了。四个字，一、二、三，三步上篮 ，yes， 两个字，这里是什么地方？广州。这个台子，戏台。腹肌。两个字，砰，盖帽，啊，岳信哥，我，你的团队，陆星河，团体，最好的我们，什么？零七幺三，哇塞，这么快，好厉害啊，小姐，啊，四个字。为什么那个表情？第二个字是好 ，OK， 最后两个字，什么？
我们最好的，最好的我们，最好的我们，最好的我们。游戏结束。你那儿，没有办法，我怎么跟你比？好难比啊！太棒了，太棒了！我就是 MVP， 哇 ！Yes， 恭喜横冲直上队这一轮获胜！恭喜恭喜你们又获得了一轮抽道具卡的机会。获得此卡可以送出本方一位蓝团，交换得到对方一位蓝团成员，本期有效。哇！打稳，把打稳。打有为，来吧。好的，女士们、先生们，爱奇艺我在横店打篮球，横冲直上队对阵九头队的比赛即将开始。来，牢记使出招牌勾手，把球拨向队友。可惜孙晨俊碰球出界，球权给到对方。没关系，好球！没关系，好球！哇，这球！九头队的一阵凶猛攻势打了横冲队一个措手不及。横冲直上，横冲直上，横冲直上。横冲直上，横冲直上，李文哥！哇哇哇！横冲直上，欧洲步重现，一个加速直接过掉，造成对方的犯规。可以，你别把劲儿用完了，还没开始呢。没事。漂亮，很稳。走，邓超元传球失误，横冲队的机会来了。金凌晨抢到这次进攻机会，来了，三分，漂亮！对呀，呀，可以，二十一，孙晨俊他的确是篮球能力很强，说白了就是战场的一个指挥官。横冲直上队请求换人，有了大魔王孙晨俊的加入。跟红哥居然在第一节就补水了，缓一下。孙晨俊加入之后，可能刘教练就不用顾及那么多事情。下，两名人空着，一个性对这里。裁判，你要看一下，他们在做单挡的时候都一直推人哦，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动作啊。然后我们小朋友一直在被推，哎，不能再犯规了哈，泄气啊，凌晨。他卸下了很多的担子，刘教练可以暂时放心了。放一个 ，Answer ball 有没有？漂亮。九头队的张管齐同样也是能突能投，一个三分将分差缩至三分，这就是硬气啊。还了一个，防守，又一个三分来自横冲队的防心，这是什么对标大战吗？绝了！谁快我没犯规吧？横冲队防心阻挡犯规。第一节比赛即将结束，两队的对抗也逐渐升级。邓超元二次运球，球权给到横冲队。没事吧？他抽筋了吗？还是？撞了一下。没有拉吧？撞了一下。大姐，你能不能打？能。嗯，不分伯仲。你能上吗？我能上一会儿吧。上一会儿。赵让盯着他就行，好吧。有请郑业成、张一谦、刘宾豪、王一凡、李浩斌带来中场秀《永恒少年》。
这光，你这笑，你这风浪，孤身走一场天晴地广。一面热血热铁加上勇敢的光，波澜的衣裳，骄傲胸膛。青丝染白霜，落红窗，梅子出黄，少年回不去当年模样。踏云火沙场，不死血还在流淌，一壶老酒暖人间的凉。不低头也不知往事，杯杯月要怎么登场，勇敢的人才配嚣张。要让天下的白月光照在你离开的地方，独身走一场风光。你的微笑大声四方，像春边开满了海棠，独身走过四海八荒。要让自己知道，唯有勇气才能给我力量，回到一笑的模样。你的尖叫声，我是演员刘冰豪，我来横店9天了。我是演员王一凡，我来横店412天。我是演员李浩斌，我来横店198天了。Everybody， 少年壮怀英雄气，无惧风霜笑看耶。身走一场风光，你的微笑大声四方，像春天开满的海棠。身走过四海八荒，要让自己知道，唯有勇气才能给我力量，回头一笑的模样，回头一笑的模样。我们天天朝夕相处，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呢，是不是？我跟你讲，我是一个重磅炸弹，我是我们的秘密武器。我跟你们讲，这首歌作词作曲全都是我大师兄写的，所以这首歌特别的燃，对不对？特别的燥，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的篮球赛一样，对不对？所以，为我们横冲直上，加油！请稍作休息。好了，我们第三节比赛马上开始。许诺教练按下了我们的启动装置，现场进入到超级 buff 时刻。许诺教练，这一轮我们要使用的道具卡是魔王体验卡，获得此卡可以召唤对方教练为本队上场出战一节比赛。教练，这个对他来说是个很难的选择。是。在那双料总冠军的心里，是节操重要还是胜利重要呢？孙悦教练一上来就送自己队员三个超级盖帽，好球好球，再来一个强人所难，难上加难。孙教练毫不手软，毫不手软，漂亮，快快快走了，十一走，三秒三秒三秒，好，李信一墙头出手，哇哇哇哇，抱住张冠奇。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张冠奇利用速度冲破了横冲队的防线，这就球员的意识问题，意识太好了，有点疯狂。第四节时间来到了3分钟以内，我们的惊天逆袭卡生效，没错，提醒九头队，来叫个暂停，台锚暂停，横冲直上队请求暂停，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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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比赛看得我
一直冒虚汗呢，惊心动魄是吧？太紧张了。他们现在肯定是要三分。对，跟龙哥换你。好好好，跟龙哥，我们俩手牵手。我俩前来，我来。一二三，三个。对，手后面，二三联防，不让张管齐投三分。好，可以犯规，绝对不让投三分。球友遇到掩护，追着他屁股后方投防。OK, okay. 他出手也可以干扰。横冲队定制的策略，一个字，就是防。张管齐，你换下阵型，在正中间挡。如果他们联防，直接上来给我挡这俩，把他俩挡住，传上去给我投，听到没有？投不进，他们投，你俩给我进去抢。如果他们防盯人，上来挡，右手突破，他防他俩的人，谁收给谁，没人收上篮。来，加油！三二一，加油！加油！加油！来来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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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冲队，没问题。张管齐这个大威胁，他们能防住吗？刘教练，再给左边空位的小贾投一个！哎呀，快走快走！球权被九头队夺走，横冲队该如何应对呢？防三分，防三分！球员这边，此时底角无人看防。张管齐找准时机，三分出手。哇！人头三分，张管齐。在干嘛？张管齐计三分远投，成绩翻倍，拿下六分。六分七十一，双方比分来到了个位数。其实真的外线已经防得很好了，依然让他跑出来了。张管齐这球投得非常果断，这一球给低迷的九头队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他没有落地，然后你碰到他了。我想扶他来着，没刹住，没刹住。小贾这是好心办了坏事啊，送了对方一个罚球。张管齐投球时，黄明昊侵犯对方圆柱体，造成防守犯规，加罚一次。三分有效，并且造成犯规加罚一次。横冲队一个失误，直接送给对方获得八分的机会。他们该如何应对快速缩小的分差呢？我要换人。换人，横冲直上队请求换人。我去防那个张管齐。你防张管齐，你去上盯他，那我只能大城市下来。别上了，上了，他们三分算两倍。实在是不好意思，但是我差的比三分有没事没事。然后我自己很自责，我为什么我不去选择说？直面张管齐，过过来，来来来，注意注意保护球权。你好，第三分，投一个有没有？刘教练再次出手抢夺，球权转到黄明昊手中。大家保护球权，依然整齐抢死。哇！破碎！接球球投的三分。张管齐再次一记三分远投，分数翻倍，拿下六分。目前两队仅三分之差，九头队能逆袭成功吗？张管齐，哇！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天哪！篮球的魅力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鏖战了整整的39分钟，看到最精彩的一幕。哇！那一刻，他们想逆转的那个气势上来了。好的，我宣布比赛结束，横冲直上队以83-80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让我们恭喜横冲直上队，恭喜横冲直上。我们的观众们真的非常不容易，迎来了我们的首次胜利。我们每一位球员都为我们如此精彩的篮球之夜献出了自己的汗水和他们的热血。我们九头队和横冲直上队最后的得分是80-83。哎呦 ，MVP 啊！你投球怎么进的呀？当然，我觉得每一次的比赛啊，在过程当中都是有很多的挑战。那这一次呢，我们基本上是全员90%都得分了。那除了大成之外，其他都有得分，这是我觉得这次最棒的一件事情。再次给我们队员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你都不知道，我最后那球被张管齐断掉之后，他把那三分投进了之后，我都
我整个人压力巨大，你知道吗？因为我看那个比分真的很接近了，压力超大了。很棒，今天四节确实就是有点懵了。哎，说这场球啊，每个人都有，就是球是团队的，所有大家参加这个节目，没有大家真的赢不了，每个人都出了一分，是不是？说实话，篮球就是这样。是是的，所以我觉得很感恩，对，我们都能够终于赢得一场比赛。嗯，然后我们有很多大家都有得分，我觉得很棒。下一场我也要努力进球。对，加油，我们加油的，加油加油！你也受伤了是吧？都打着脚呢，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比较严重一些。我是昨天岳哥给我训练的时候，我就不太行。那先拉去。他又抬不起来了，已经。我回去不行了，不行。啊，所以说你今天还没有发挥你的全部实力是吧？嗨，你问问小哥我们上来怎么打的。知道了。少条腿。今天我发挥的还可以，我也没发挥全部的实力。OK。今天新泽做的小龙虾，就小龙虾绝了。哎，这个很爽耶，他的龙虾做的很好吃。他龙虾好大一个，13香。13香。绝了，吃个谁？真的很饿。来来，兄弟们，新泽是第一期的 MVP。用过用过，在下也很想拿一次 MVP 啊。pass 有点难哦，有点难，但是因为难才要去做，就是迎难而上是吧？嗯，来，哎呦，下次你拿了 MVP， 我请大家吃，人均消费800块钱，好不好？你8万，哎，你拿 MVP， 哎，你把这个事说大点，没事儿，实现不了，你说8万行不行？不是，我说他，我以为多少？我说大橙子，你说8万都没问题。我说大橙子，我去年在拍戏，大哥的那个传说，对面有一个就是类似少数民族的人，他没有陪我打戏的，两个人我也骑马，我是将军，他也骑马，他匈奴，两人互砍，当当当冲着过去啊，棒，他一看杀闪掉，棒一打，当一刀过来，木头刀啊，直接把这啪就打开，然后我就跟那个哥们说，那哥们很壮。他的力非常强，我每次骑他，我手都要震一下，当，当，当，哇！他那个还有蛮力，对，几匹马？来，三二一，3匹。哦，我知道这个游戏了，这个我知道，这个基本都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给特写，看他那个脸。玩他玩他，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那你看啊，几匹马？一匹吗？3匹。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自己找规律。那什么？自己找规律。没有为什么。几？8888888。对，对。这个方向对了，差不多。几？对，几？几？方向对了，几？差不多。几？8匹。你得听它节奏跟间隙。对。啊，我们三人公布一下答案啊！3、2、1。1匹。为什么？你得听那个节奏。这是。我觉得是小贾他打的那个马蹄的那个节奏不对。对。我给你来点专业的哈。对，你听。听好了啊。嗯，这专业。哎呦，有点意思啊，哥。就是几匹马？1匹。不对，来3、2、1，5匹。你好好听，你问问他，他也不知道。不过也一直在找这个规律，你问问他。哇，哎，我看着他的眼睛，看着我。我再给你来一个，砰砰砰砰砰砰，哇、哦！这个是你的，你应该擅长几身枪声。棒棒棒，你得这样棒，那俩脚棒棒棒，三声七声不对，1、2、3、4声，因为你有一声被剪成了三声。你当时怎么棒的，你好好想想。我们俩走，我们不要跟他们一起，我们不适合跟他们玩。欺负我们两个是不是？没有，为了以示公平，来刘教练，我告诉你怎么回事。这就告诉你，竟然自己一个人不知道。兄弟，我得一宿都睡不好，我得跟你分道扬镳了。别啊，我来了解一下。我们是一个，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他前面说的都是幌子，就是最后他问你几批，就是说两个字的时候就是2批，几声枪声就是说了4个，就是4个。
来回来再玩再玩来快、哦、我知道了。来刘教练出一题，刘教练出一题，来来刘教练出一题，来兄弟你出一题。啊，新手新手很让我听一听，让我 listen listen。 好吧，那我就用拍手的好了。好，看你能不能绝杀啊。这个有吉祥，给他个答案吧，哥。我后最后讲了几个？最后是五个。五个，为什么呀？你猜。几匹马？三匹。几？一匹。就是几匹马？五匹。回头下期节目再回来的时候，老七秃顶，老七秃顶了，老七觉得自己开始长脑子了，你知道吗？脑子快速旋转。快速烧脑。来准备给答案了啊，一二三，没响。零个零零没响，老七要疯了，有点疯。不难过，哥要不是知道也跟你一样。你知道吗？我知道我知道。你也知道，我知道。只有纪凌尘一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告诉你，告诉你，告诉你，就是他前面拍什么东西啊都无所谓，你不用听那个段。他说的那个字。好，他说了几个字，都好比说问你几响，说两个字嘛，就是两响。听说的字不是听响。大橙子没说话。我没说话。就零。他没说话就是零嘛。就没响。静止了。是有点无聊，但是感谢你，好吧。